阿仙奴，几时先可以去酋长球场睇阿仙奴啊？哇，咁快就嚟到英国伦敦啦，劲兴奋啊！等我着晒啲战衣上身先。阿仙奴帽、阿仙奴波衫、阿仙奴波裤、阿仙奴外套，总之包到成只阿仙奴木乃伊咁样。如果你嚟阿仙奴朝圣咧，一定要分开两日去，因为 match day 赛事日咧系唔可以参观到阿仙奴嘅更衣室噶。赛事日咧，球场出边仲会有啲嘢摊档，除咗买下帽啊、衫啊之外咧，仲会有肠仔啊、面包啊、饺子，喺等紧之际同其他球迷吹下水，都几开心噶。吹乜嘢？通常都系埋怨下云家咁啦，大家明噶啦。而且仲有好多签咗咩波衫，梗系唔少得我哋最爱嘅 Terry Henry 啦。而阿仙奴球场出边当然有佢自己嘅卖衫嘅铺头啦。不过咧，如果你 match day 去买嘅话咧，就真系好多人啦。如果你哋仲要买衫加烫字咧，我谂最少你要预多一个钟啦。而我哋咧，亦都喺非赛事日参观过佢嘅球场同埋博物馆。哇！开波啦！开波啦！作为一个球迷，你梗系要人嗌你又嗌，人喊你又喊啦！点啊！真系睇得好猛噶，跑得慢，冇速度又唔够快，唉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嗱，啲情况梗系俾双 B 袭击啦。好啦，我今日就讲到呢度先。同埋咧，阿迪达已经好翻啦。拜拜。